线段效果比较好，哈、哦。下面是四方形，好，有同学哈、哦、运笔速度很慢很慢哈、哦，那反而不见得理想，它还是有一定的笔速，下，好、哦、停。这边反手点拉长，这个点哈、哦，注意稍微往下一点，我这样讲不清楚哈、哦。你在这个地方在点的时候，不要跟它齐高，齐高的话你就要点很长，点很长的结果你就没有办法变胖。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胖胖的一个三角点或者是薄点，都没有关系。好、哦，那等一下我会把盐的最后那一笔跟大家来讲一下哈。哦定，它的第一笔不在中间了，好、哦，那我们从中间的下来一点点，好、哦、下这一笔，好、哦、手往左边，接下来就写平的，嗯、好上去再下来，好、哦、这个上去提贴下来，啊、哦，差不多距离哦，不要太靠近哦，哈、哦。接下来呢，他这一笔应该是要对中，但是他写的是斜的，对中写斜的，哈、哦，这一笔是怎么来的？好，轻轻贴住，好，向右，好、哦，你的手不要这样上，哈、哦，哎，他这个字是怎么来的？它这本来是一个定，给我一张来。它这个是本来是一个定，一个定。屋子的顶盖底下，好、哦，要屋梁啊。屋梁要很正，我们人在里面才可以安定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安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呢，他本来是一个正，他做了一个笔画线条的延伸。好，道刚刚写过了哈，所以你现在看一下这个道，这个道不会是横画很长哈，没有哈。好，那这个写过很多次了哈。一样是这样，好，它这里没有一个这个，好，提高，直直的，好，向左一下，好，去，向右，通常它是在这一横的上下。